给点吧，给点吧。他好可怜啊。给点吧。是挺可怜，我今天没带钱，咱走吧。没事，大哥，我支持微信和支付宝转账啊。我没绑银行卡。POS 机我也带了。啊，我今天没带银行卡，我带的都是美元，都是大票，你找不开。没事儿，大哥，我专门为你们这些有钱人准备的。Dollar。啊，我记错了，我带的是日元。日元我也有啊。韩元也准备了，是不是这个？你什么钱没带？世界上有的币种基本我都带了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找了，我都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不行吗，大哥呀？哎，这抠搜的呀，这么穷你咋找着女朋友的呀？你快上下一个路口看看去吧，那各种量可大了，你发展一下你副业去吧，快走吧，别要我做生意了。哎呦，我这穷的呀。咦，吃火锅行吗？嗯，好啊。他好可怜啊。是挺可怜的，没带零钱，咱走吧。